双手合十，虔诚祈祷。慈济基金会发起斋戒茹素祈祷活动，面对可能的疾病威胁，希望人人响应斋戒护生，用素食守护身心，守护大地。素食对于不只是个人身体健康，还有针对整个环境的污染，包括粮食，包括水资源，包括土地，包括能源的使用，包括整个生态环境，都有多重的明显的好处。神情专注，虔诚一念心。慈济人文置业中心从2008年的五月中旬开始，每到中午1:30，大家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，用心祈祷。天灾人祸不断的时候，能够让大家有这一念的善心，让我们的善念上达天听。希望大家的善行齐聚之后，能够共同消弭现在天底下的灾祸。不同空间，同一个时间，共聚善心善念，借圣虔诚，祈求人人平安，无灾无难。全球祈祷，殊时斋戒，同心行动，消弭灾疫。大爱新闻综合报道。善的共振也在各地的静思堂虔诚一念。